どうも、クロです。今天要来开的是 Licorice Licoil 利可利斯玉组加补充包乙香。想当初利可利斯在人气高峰的时候，不虚弱的直接发表要出 WS， 唉，那瞬间不知道砍了多少人的荷包啊。 OK， 那就来看看这次有什么东西吧。先从玉组开始，这次的玉组是每盒都有闪的类型，也就是除了封面 SR 以外，会外加一张 3R 或 SP。 看看今天会开到什么。三 R， 良好的变化，容耐，玉组集中。第二盒，玉组都一样，所以直接看后面。三儿，我的火法，千术，玉组一等联动。单玉组的卡表最后再一起介绍，先来开补充包。开盒 ，PR 是开机 C 叉，但这张 C 叉没有配联动。双儿 ，Walnuts 的真面目，胡桃。双儿，未来也将持续的日常，容耐。
尔卡萨卡纳范西叉。双儿鸣鼎店员瑞希。双儿，我回去的地方，前述。LRR 搭档千树 and 龙奈，这弹的 SP 等级就是这个 LRR， 烫金的彼岸花不错看。SR 非自愿的调职龙奈，第二盒 PR 一样是开机。双儿营业开始，千树 and 龙奈。双儿，我的正义真倒。SR 咖啡厅 Lico Lico 千树。
双儿、鸣鼎、店员瑞希。双儿，守护日常的存在，龙奈 and 千树。双儿，我选择的地方，龙奈。OK， 来看看这次的结果。第一盒有出 LRR， 还有集中、早出三等联动。第二盒有出早出条件的龙奈，刚好凑一套。单盒配率看起来是五双 R 一 SR， 如果有出三 R OFR LRR SSP 的话，会从双 R 变。这次的 SR 是这样，全十八种，全出。我好像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配率了。三 R 是全六种，出了五种，然后中间的张 C 叉总共有四种版本。新后宫一样是一箱一套，顺便附上翻译。千树是 First， 龙奈是 Second。最后，这次的千卡配率是一 SSP， 二 LRR， 三 OFR。总共给六张，我觉得算蛮多的，加上 SR 会给一套，开箱的价值应该还是有，如果扣掉 SSP 会被真岛取得平衡的话。但预组的卡表是这样，这次的预组除了有给一三等联动之外，零等检索换 C 叉也有一并给，三等复杀招也有两种选择。总结来说，这次的预组我觉得是有收的价值的。以上是这次利可利斯开箱，这段的翻译一样有放在猫罐子和我的粉专相簿，有需要的都欢迎去看看。那么就拜拜。